我发了那个 Win10 的操作手势之后，我就开窍了。之前是太蠢了呀，电脑都要用废了才知道这个触控板有16个手势那么多呢，还有轻重之分。首先一指双击打开文件，在单词下面一指用力按下可以翻译，两指轻点是右键功能，两指向右滑打开通知中心，两指点击图片智能放大缩小，两指捏合那你是想放击打放击打，还可以旋转跳跃，两指上下滑动可以滚动页面，左滑前一个网页，右滑后一个网页，三指可以拖动你的窗口，或者可以选中想要的文案，但是这个三指是禁用的，要去设置里边打开。四指左右滑动就是切换程序，上滑查看所有窗口，四指捏合进入启动台，也可以四指一秒打开全家桶。买了2年才知道触控板为啥做这么大。这儿还有个 touch bar， 听说可以在上面养宠物，还有这个最反人类的鼠标，听说也有骚操作啊。再研究下去，我这画画技能和设计技能就要废了呀，是谁给我带偏节奏的，说好科普手绘版的，今儿又没赖死了。